外媒：孟加拉希望采购台风或阵风战机，而不是歼10。据印度媒体《欧亚时报》网站报道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孟加拉国正在着手一项军事现代化计划，其中包括在其历史上首次采购西方战斗机。目前，欧洲台风战斗机被认为是领跑者，而紧随其后的是达索公司的阵风。孟加拉的邻国印度已经装备了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，阵风使用的 2B12 雷达在对抗隐身目标时具有优势，而台风的雷达由于尺寸更大，探测距离也更远。